随便发现你哦，咱必将这个破掉。就是啊，你那唔摕落来，真有一个啊精神。一间破庙，虽然是真稳定，像个张达大人，说出来笑纳来，早晚会找回家来。这个案以前，咱也是应该另外找一个重心去处理。必定是前途无量，我有意甲伊结义为兄弟。也毋过，伊若是唔答应，我敢毋是真无面子了。烧了，你运气好转。你多年来苦心的经营，却为我着好，付之一炬。敢讲，你一点仔都未惋惜是？哈哈哈！小小一间好山店，算啥？看来永远就念那间好山店，以后你哪有啥物出头的日子？我主席管我你的言谈举止，分明是官宦之要，莫非王朝兴当问，敢不直言以告？先父插酒礼，真输真流血一阵，不幸梦已入相，在下流落在此，只好做一个小本生意。以为性格，降到地基。you
休，李太祖欠我。看到伫个关帝君的面头前，结为八拜之交。好。Thank you.